因为大家都在用，但是很多时候没想到没有注意过你的个资，还有你朋友的讯息，都怎么样，都会暴露在外面。有没有人有常常收到 Facebook 购买的讯息或者是内容？讯息会不会收到？比如说我以外，他有玩游戏的啦，还是当有这种线上策略啊，是吧？有没有觉得都很想要参加，还是说觉得很烦？因为讯息非常非常多，尤其要玩很多游戏的，那所以建议各位你来这边，你来这里是有一个账号设定。你从这边点进来之后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叫做什么账号保安，是吧？邱 PD 点开了吗？点一下，你先检查一下你们的一定有三个名额，我的叫做启用，一二三，对吧？一个叫安全名额，一个叫登记通知，一个登录局。请问你们是不是走到哪就用到哪里了？这是不可能。所以说把账号密码就进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不知道你账号密码，我也是进去啊。那有什么问题吗？也没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用账号密码，他也认为我是你的，我也是用你的名义去做一些事情啊。那其实比较不 OK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安全浏览，这个可能在老师注意过，有没有看到过我平时都是锁头？所以做登录的时候，其实应该说我们所有网站一般都是 HTTP。如果你后面加一个 H， 这种叫做什么 ？SSL，SSL， 这种就是所谓的有加密的。好，有加密就是你在跟浏览器在跟这个 server 之间的沟通的时候，它是有加密的，它不是用密码，用的是。他自己的加密方式，那这样子别人在看的时候就不会给他看到。事实上，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用过二门神，你们有用过二门神吗？有，有啊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没关系。那有没有用过那个无线电加强组？我常常像警察啦，还是那个他们都用无线电，我是只要切到那个频率，我就可以听到我在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用密码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所以如果这是密码，那你的账号在网络上传输的时候，我都知道，知道说，那你在哪一台，我就抓那一台的通发，那我就会知道你中间在讲什么，所以这样比较危险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到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启用这个安全性，它就启用组合就好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说，像我刚才讲的，我只要你的账号密码就可以进去啦、啊。那算安全吗？不安全，所以有一个叫登录通知。什么叫登录通知？今天如果这个设备，你看一下我这边的登录通知。如果今天这个设备有没有，比如说你不能用我的电脑或者手机，然后有人用你的账号进来的时候，他会通知你。三个人到安全区解决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也不知道说。奇怪，我的名字有三张岁，你在发一个有没有我的账号登录？那你就会怀疑我是谁在偷看，因为我就在爸爸妈妈顺便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是那个安娜达，我想了解一下到底他的账户有什么好看的哈。所以呢，你可以选择两个，但是各位你要注意一下，你如果没有通过他的手机认证，那这个减去部分你就做不到。那等一下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手机版？点下去之后，你可以把你的移动电话打进去。你有两只电话，你就用两只，三只就用三只，好，随便你拿。反正他当然呢，你按下去之后，他会传一个简讯给你。那表示说，如果 OK 了，那么你有收到认证码，就把它打进去就好。你们现在在网络上购物，有一些网站是都会或者刷卡。你们现在不能刷卡，你们都是付款嘛？他到时候是那个拿卡单嘛，拿刷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现在有些网络购物或者是刷卡，他都会传一简讯给你，让你确认他说，你现在有在做自己消费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所以如果你的手机通过认证，那么他在保安设定这边呢，
对，但是公司就多一个起床电话，三三九。等一下呢，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深度采访，好不好？你先试看看深度到这边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咯，你在那个叫深度许可，什么叫做深度许可？我们刚刚是针对账号的部分，好，账号你有知道，那现在呢，连什么装置也要帮你管理一下，因为其实你平常有在用的装置大概就那几台，对不对？好，自己家里面电脑啦，你的手机啦，甚至有一个平板，啊，平板。那今天呢？这个深度许可就是说，他如果有遇到什么没有办法辨识的情况，电脑会启动载具的时候，你要输入安全码。我们刚刚这个深度通知它是很单纯哦，有的深度帮你设置通知而已哦，可是它还是可以深入哦，它并没有禁止你哦。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什么深度许可，这就不一样。你今天如果像比如说我在我这台电脑。因为这个是我许可的方式，所以我可以只要把账号码就进去了。那今天如果你是在我们这个电脑教室，这台电脑跟我怎么样素昧前身，不然我往后。好，那或者你在外面，或者在外面那个公共那种公用的上网的，有些地方免费上网，那你直接用那些电脑，那你在那边安全吗？像我们那个台中图书馆一样。有很多的电脑啊，我就发现一进去，好多人拿自己的电脑账号去登录，登录电脑用的，这样非常危险啊！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账号跟别人太多什么保密权啊？好，那这里呢，你如果有这个勾起来，他帮你打了账号密码登录之后，发现不会直接进来，他会传一个简讯到你的手上。好，所以你这个关你必须要什么？你启用刚刚这个手机的账号就是通过，那通过之后呢，当你在不熟悉的装置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它就会传个简讯给你，确认说这个有事的，好，确认这个有事，那这样子你才可以安全的使用。再了解啊，但是又更把安全性又提高一点点了。好，这个是给各位看一下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各位很容易泄露自己资料的地方，在这边应用程式。来，我问一下，在这个通过当中可以玩的游戏、心理测验或什么调查，你有没有玩？有啊，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很多人都有玩，对不对？请问你，自从在玩那些游戏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有一个讯息。所以你要传递什么东西？你的码还是退给他？好，不啊，还是退给他？得到错，那个人家头上也没有。他有告诉你，是让他可以收听你所有的，几乎是所有的资料。好，那包括哪些就是什么？可以，你有玩过哪些？你让你的应用程式来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很少。你有发现我才三个吗？对不对？你们说。你自己进行判断，你如果没有在用的，请你把它关掉。不然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你来看一下这里，对，你看这些情况，你看哦，这里有一个很好、很有趣的，以你的名义有没有？贴我，我不知道他们贴我，下次是用什么方式？我这个已经有560件本了，它原本都是什么？都是同业公开，都公开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类似的信息吗？了解哈，所以你这个价格留下来，但是很多你看，这个应用程式需要什么？有没有发现？除了这个，还可以随时存取你的资料哦，即使你没有在用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你是属于相对弱势，啊？他都处理就好了，你用不起他，对吧？同时通知你，这个就给他了，这样应该清楚了。麻烦各位检查一下你的应用程式吧。好，不然的话，你真的什么东西掉了，你都不知道。